Gesture Control 手势控制功能可以俾你使用特定嘅手势嚟操控车里面某啲嘅指定功能。系统嘅手势侦测器设于呢一个位置，侦测范围喺波棍对上中控台空调系统风口对出嘅位置。系统可以识别六种指定手势，以食指指向前方，顺时针方向转动，可以将音响系统的音量调高；逆时针转动，就可以将音量调低。当接到来电的时候，向前指一下，就可以听电话。将手从右至左打横拨一下，就可以拒绝接听。当启动 Surround View 功能之后，你亦都可以使用呢一个手势打横移动，咁样就可以调节镜头影像角度。最后咁就系以两只手指指向前方嘅手势，你可以自定呢一个手势所控制嘅功能。你可以到我的座驾 iDrive 设定。手势控制的目录里面，选择这个手势所控制的功能。举例，你可以选择以这个手势启动导航系统，以住家地址作为目的地开始路径指引。